上来欢迎我们第三号留美正妹罗娜出场。欢迎罗娜。46公斤，有4公斤的英国血统，从小到大都待在美国念书。去跟小四打个招呼。只有高中。哇哇哇！太小，刚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也要。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四，来，你还好吗？你活着吗？他刚刚跟你打招呼，他对你做什么？就是这边亲了一下，揪一下，亲了一下。那这样可以跟你的，可以，能把花交代。你现在装单身是？单身。好了，饶了他，饶了他。好，赶快回去找女朋友。所以罗娜，你们刚刚这种打招呼方式是你们见面就会亲人家脖子吗？大部分的时间是亲脸颊啦，只是他刚刚有动一下。对，所以你本来想现在你还故意移脖子给你亲，对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小智害羞，所以他一躲就被人亲到脖子去。对，结果我在这边听他讲话，有没有旁边的声音全部是，哦，啊，怎么阿 Q 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太正了，而且他一直拨头发，受不了，对，受不了，受不了什么？因为这很性感。觉得很性感。对，唐薇有什么问题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从小接受国外教育，然后又读心理学习，所以你会不会特别观察男生的行为？会，我会看他们会不会说谎啊，或者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可以看得出来谁比较爱说谎吗？我们这些男大生，就看面相来讲的话。就是我们心理学有说，如果你眼睛突然就是缩小一下，就代表你大概是在说谎。缩小一下，瞳孔吗？瞳孔，对，瞳孔，瞳孔也太细微了，会缩小。那你跟小人做实验吗？比如你跟他聊天。好，问陈辉，陈辉，来，你喜欢吃什么东西？我喜欢吃卤肉饭。你觉得他说谎？应该是说谎。应该是说谎。哎呦，所以陈辉，你最喜欢吃的是意大利面。哦。哎呦，哎，那你这样子，你再问小智有没有女朋友？好，你可以问一下小智啊。小智眼睛打开，好可怜的。你来问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啊。你看没有？在场证明，下流，这叫下流，瞬间缩小，太夸张了。把这一段拷贝起来播给他女朋友看，你就会真的没有女朋友。哎，林轩有什么想问的？我想要问罗娜，像你在国外，你会怎么样去像是吸引异性来接近你的感觉？会不会像露出你的罗娜度一样？想想了多久？从看到脚本就在想了，就一直等到现在，对不对？终于把它问出来了。那就是你有没有被搭讪，就是比较特别的搭讪经验？我被搭讪的经验哦，有哎，就是有一次有一个男的，他每个礼拜都会送我一瓶香水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如果他跟我见面的时候猜得出是哪个香水的味道的话，我就要答应跟他约会这样子。那后来有猜出来吗？后来我就没再跟他碰到面了。这样子，不给他机会，不喜欢。没有，就太忙，也没有机会见到他。我们选三号的，来，请出列。三，你别走，你别走。三号来，请出列。三位同学来表现他们的特殊才艺。首先，第一位是阿 Q。好的，好，那我要先来带一点小小的口技。好，那我想用口技，请女主角站在中间，因为我等一下跟你小小互动一下。好，准备了。喜欢吗？好，谢谢你，还不错哦。好，来，谢谢阿 Q， 来第二位大伟，
好，30秒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我要模仿那个柯震东，就是最近很红的一个电影明星。哦，柯震东。大家好，我是现在的当红炸子鸡震东。我不是 C Cloud 冠希，我是当红炸子鸡。大伟，我们规定的表演只有30秒，你整整用了1分多钟，根本就是藐视制度的一种行为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所以只好让你快转成30秒的表演，下次请记得遵守规则哦。接下来下一位是小智。哎呦，哎呦，擦地板哦。哎，眨眼哎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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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有裂！哇！帅！哎，这很强哎，这一招女生也会喜欢。而且我觉得他用的音乐用的很棒。对，那贝尔女朋友练这一招多久了？一个晚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上次，然后下次就罗娜跳舞的时候，小心不要折到花。对，哎，罗娜喜欢吗？很好，跳得很好。嗯，你每一段的都讲一样，这个怎么？就我觉得我这个真的很喜欢。哦，太好了，那我们马上进行大抉择啦，好不好？究竟会选择谁？伸出你的右手，一二三，罗娜，请选择。在这一段呢，啊，我们的罗娜要带领着我们的小智一起来做一个自拍，是，但是相当的亲密，超亲密五连拍，不要太亲密哈，在 APP 女朋友在看，不然播出的时候你就变 single boy 了啊，太抖啊，有5张有5张，不要紧张，小智分大家一下。你是不是按6张了？哎呦喂！啊，太多张了！哎，你会不会真的变单身啊？哎，小智，你真是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哦，祝福你，棒哦！这是你的证据，我们好好留着。好，谢谢，谢谢罗娜，谢谢小智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第四个幸运球呢，来。是 lucky， 请出列，而且你还是选四号，你是 lucky 好吗？他自己是选四号。好了，今天搞不好就是你的幸运日了，你人生从此不一样，好吗？恭喜。